请拜拜林鹤轩。台北电影节最佳男配角，国民好朋友大贺。谢谢谢谢。台北电影节最佳女配角，国民好闺蜜拜拜。拜拜。如果今天是一部电影，我们再拍一部电影。哦。然后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戏，你的好闺蜜她入围了。但是没有得奖。身为国民好闺蜜的你，要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明年再来就好了。好吧。但我们等一下会去 after party 嘛？对。我会帮她把食物夹到这么高。哦，能捞就捞了。对，还要打包。对对对，这龙虾啊什么的，通通带回家这样子。没错没错，那你呢？你会为她做一些什么？我当然就给他一些我很需要，他也很需要的一些酒精，把他灌醉。啊，可是在这个引人这么多的场合，如果他不小心喝醉的话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就叫车，头也不回就走这样子。对，没有错，因为剧本都是这样子写的。没错。配角呢，在这场戏呢就已经杀青了，因为呢，我们要给他们一个机会，让男主角可以登场，然后让他在这个场合里面呢带女主角回家。哎，不然这样子，我们来演一遍，我是男主角，你是女主角。啊。怎么样？好了好了，来来 ，Action！ 我好像喝醉了。拜拜，你喝醉了。不可能吧？不可能！不可能真的亲下去吧？北影没有那么多的预算，对我们不会亲的，对对对，不会亲的，没有这么多预算，不可能。好了。通常这个时候呢，戏就可以继续往下走了，对不对？对，没有错。因为我们的配角的功能就是如此，太重要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年让主角们能够继续把戏演下去的最佳女配角入围的有：最佳女配角张宁，笑脸呢？于子玉，初恋慢半拍。啊！我姐来接我下班，真贴心。尹星，童话世界。他去偷东西不带扳手，那是要带什么钱？棒棒糖。最高法院那些老不死的逻辑，握紧的拳头也是凶器喽。王于轩，该死的阿修罗。是你刚刚，来个死的，打他！妈妈给你。谢琼轩，那天我妈偷了老师的车。我知道你没有偷啊，我就是这样跟高太太讲的啊。我说你没有偷，拿她的手机还有钱包。好紧张哦！哇，紧张！你一边猜我边说。好。台北电影节第二十四届最佳女配角得奖的是王宇轩，该死的阿修罗。王宇轩在该死的阿修罗当中角色完整立体，表演挥洒自如，在辅助剧情发展之余深具风采，是一位值得期待的高可塑性演员。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谢谢跟我一起入围的你们。尤其是琼轩妈妈，你演过一次我妈妈，就会永远是我妈，就像是我感谢每一个演我妈妈的人。就像我感谢我所有遇到过的人，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猫，还有好多好多人。现在我要感谢的是该死的阿修罗的所有剧组人员，娄烨导演，我永远爱你。然后还有
里头所有优秀的演员，然后还有今天在这边或者是没有在这边的人，我们一起完成这部电影，还有希望行销，还有看过阿修罗的人，我们往下一个旅程继续迈进了，我们会继续加油，对吧？然后我还要说什么呢？谢谢，因为我现在应该是蛮尴尬的，然后谢谢我的经纪人可乔，然后谢谢那些可能已经不在我身边的人，然后谢谢影像是一个可以包含各种情绪多元的族群，还有各种不同我们不熟识的人物的地方，然后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美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颁奖人，也恭喜得奖者。